哎，那你们今天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他们是疯狂粉丝。有疯狂粉丝，有到疯狂吗？我看你们都还蛮冷静的。疯狂粉丝，我看不到你。还没走，还没醉，还没醉。还没醉啊！多喝一点没关系啊。今天表演场地是很随性、轻松的样子，轻松自然啊。啊，我们也是从台北来，这些你们看得到所有器材几乎都是从台北进口的。真的很辛苦，我们的车子不是载我们，载乐器的。昨天很怕车子会不见，你知道吗？车子一卡车，车子所有乐器有人偷车，连我们的乐器都偷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好险的，这边高雄自然还不错啦，很幸福的感觉。我们本来想要停在这里，然后旁边不是都当甘蔗园吗？砍一些甘蔗铺起来盖起来，早上的时候再把甘蔗剥掉，再把乐器送过来。好，开玩笑的啦，对啊，为了表演，然后还是把所有的乐器带出来，这样可以给大家听好听的样。然后这首歌是我写给我自己的部落，我从台东来，我的部落是都兰部落，听过都兰没有？有，没有的话就是那个、啊。总统夫人背的那个都兰国小书包，是真的有那个国小，那是我的母校，我是杰出校友。好，然后都兰很漂亮啊，然后那边，但是那边很多人喜欢它，要想要去那边开发，然后我觉得漂亮的土地不需要被开发，因为大家来就是为了欣赏那边的美，然后写了一首歌这样，叫做《别在都兰的土地上》。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名字很长。